好吧，好吧，Hello，大家好，我是张玉君。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英雄联盟的周边产品，而且今天很特殊，是一个开箱的视频。下午刚刚收到，好，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暴力拆箱。薄片都显得挺。这个包装它没有万代有逼格吗？万代会有那个 caution 什么各种警示标志。哎呀，你这个处女座太可怕了！包装硬纸盒，你也要说这些？不太敢，还用力滑一下。好，拿一边吧。噔噔噔，卡特琳娜，拿远一点，拿远一点，把他赶走，下去，帮忙走走走走，下去下去，帮忙下去，大爷下去，拿远拿远，没事，你拿过去，他就自动走开了。你看他这个没有关，这一段要掐了吧？不用，继续继续。噔噔噔噔，拿远一点。好，卡特琳娜，把角度调一下。好，正好。哎呦妈呀！就这样，哎，好。下去！哎，别动，别动，别转去！别动啊！好好，我没动，我没动。大爷，啊，可爱死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正面。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噔噔噔好几次了。没事，之前剪掉。芳芳你在干嘛？你别这样。噔噔噔噔，好，这个就是内部包装了。这次的包装比上次女警上次好像是透明的，那包装太丑了，把扔掉。还。你这个土豪，这次这个风格很好。那它这个封，它封面是一个手绘风格，正面就是写了一个名字。003号有什么特殊吗？001、002是爱社和那个和卫。卫按顺序的吗？那女警呢？根本不是一个系列吗？对，这个相当于把他们这个人形的这个也洗牌了吧？嗯，然后侧面也没什么，就是编号，反面是英雄联盟的英文。看一下上面，不宜14岁以下使用。上面有个标志，上面有个标志，这是应该是诺克萨斯的标志，是吗？没放到，在这，是吗？你就放在这个位置，行，可以，我们可以开箱了。开箱吧。哦，这里有一张那个防伪卡，防伪卡，就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有这个防伪卡。买这个同时还买了一个海报，海报也是给了一个防伪卡。对，一张海报也给了我给了一张。为什么要加个海报呢？因为过年的时候不要给大家看到数字，看一下这扫码，扫码用的，看你是不是正品。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满400元减100元的优惠，然后就顺势加了一个，相当于这个原价是390嘛，这个手办，然后相当于便宜了100块。哦，那个等一下，刚刚箱子里还看到了，又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红包，哎，它的红包封很好玩，你看，大家看一下，是这个位置，很好，它是上面有很多英雄的那个 Q 版小头像，是跟这个胸章是一致的，胸章，这是猴子的胸章，也不是一致，它有很多，你看，它有很多猴子的，有猴子的，当然有蛇女，对吧？很多很多，你看还有瑞文，对，然后还送了一个胸章，每次都会送东西，我发现。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特的主体，这是个标准的稀土风格。好，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主体加一个地台，还加两把那个它的匕首，竟然是直接就安装在里面了。对对对，开吧开吧开吧，你要站起来，这样否则看不到。不要竖着。好紧啊！
不敢用力，但是好紧。好。哦，有点小中奖。有一个划痕。有一个划痕，还可以，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嗯，这个和女警风格是不太相似的。这个，这个卡特是感觉比较美式还是什么，脸圆一点，怎么回事？和封面就是好看一点。不，和封面图这种是一样的，是种圆圆脸的那个的那种设计，和我们的那个游戏里面原画有点出入吧，原画比较尖，亚洲脸的感觉。原画是那种瘦长的脸。对对对。这个玩具肯定是重新又是设计了一下，那个原画也从那个上面的手绘图也是包括体型也不太一样。你看是那种比较年轻圆润的一点的脸型。七。那武器是对称的吗？可以。应该是对称。啊，一样的。那就都安上吧。这怎么安的？这怎么安？能不能安？能，这能下来吗？不行，都是固定的。卡特怎么样？这是，这样反过来，刀要反过来。对，这样插进去，可以吗？好像不行哎。应该是软胶吧。不行哎。我来看看。你看看，有说明书吗？看看有没有说明书。有说明书吗？没有，没有说明书。这一拆感觉穿越了二十年后。卡特现在出来了。造型非常的好。对，它整个盒子是那种叫什么，叫包装稀素封装，就里面的是稀素封装。嗯，但是就是那个刀啊，它少那两把刀，我们要自己安，安装了半天，我差点把手指安断。对对，他要用力大力出奇迹。嗯，然后所以我们就把中间那个过程给省略了。对，其实一般来说像这种武器安装啊，像这里的武器安装其实应该是有个小板把它一拔出来，然后再插进去再可以安上，但是拳头这里就是它没有按到这个机构，所以导致就是手上的手臂和武器的这个安装呢就显得会有点麻烦。对对对，要用力，我们就害怕用，毕竟新玩具嘛，不敢用力，就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向，就是不知道那股巧劲。对对对，就变形金刚一般。但你塞过一次就知道了。对，就是就像人妻跟少女的区别。好，来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吧，开关。哦，哎呀，很酷嘛，这个。注意啊，就是本身卡特琳娜她是这个，她的技能全都是转是吧？刀刃转丢，所以她这个底座看到没有，这种刀刃非旋转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姿势还有这个造型都是那种转死亡年华的效果。好，我们来拿过来看一下具体特写，可以先看这个面相啊，来，面相是典型的这种烟熏妆，然后呢，细节部分呢。很符合设定，对吧？符合这个的设定，就是它的封面的那个那个风格。对，它那种手绘一点的效果。不是，就是那种脸型。对，就宽宽的，就和那个女警那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游戏里原画的那个效果啊，就是瘦瘦的嘛。是尖脸嘛？尖脸。那些原画也都是尖脸。对，它这个就欧美风一点。我们把一代的这个女警拿来，对啊，交帮我。那女警就是特别像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模型的感觉。对，就有点呆呆傻傻的，脸还有点扁，就是表情啊就没有那么的生动。对，但是它符合那个游戏的模型。这个就是特别像那个一个 CG， 就那个叫什么名字 CG 里面的就是最后他们挑战大龙。对，就是那个新的和盖伦战斗啊，那个。对，这个就是他为了这个商品化做了优化，我感觉是比这个一代就是女警那个系列好很多。对，他是用了心在做，就是对进一步进行创作了。这个造型你看头发飘逸，然后接着穿插着匕首，
真的是感觉很棒。尤其是这一代要注意，就是女警那一代，可以大家拿过来的时候也可以看出，就是它的材质是没有区分的。来看一下这个的区分，你看啊，来对下焦，可以看到，你看皮革是这种半亮光的形式，然后裤子的部分是这种磨砂的效果，然后再配合这种，你看腿部，腿部这种金属，哎呀，简直！它的金属还有那种磨砂啊，旧一点的质感，久经沙场，然后底下是这种死亡连环的这样一个底座，哎呀，真的是不错，好棒！就是卡，我发现卡特这个本身这个人物这个形象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个手办的这个造型，因为比方说一代的这个 Q 版手办，然后加上那个。加上这个二代的这个中型的手办，就是卡特怎么做都好看。我不喜欢 Q 版那个那型，那个造型，我比较喜欢这个，这个造型还是确实这个真帅。然后你看这个形状，哎呀，真是太棒了。然后再来一个那个方便大家想买的这个小伙伴啊，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高度，这个高度是大约是25厘米左右，嗯。符合一个正比一个正常的 MG 的高达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再和这个可乐对比一下，两听可乐的大高度，两听可乐的高度宽度，对，差不多，可以在购买前的小伙伴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高度，然后来决定放到柜子里啊，或者是怎么收藏，对，希望能帮助大家。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下哈，这款卡特呢，可以说就是官方在这个二代系列的，无论是 Q 版手办还是那个中型的手办上，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对，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了，然后造型上也更好看，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喜欢的小伙伴就尽快入手吧。对，好，谢谢大家。价格没说。